各位同学，今天台湾历史与文化第七讲，我们要讲授的主题是渔垦社会的族群及冲突。渔垦就是人类离开自己的故乡，到另外一个新天地去开创事业。台湾开发虽晚，汉人比例却是最高、汉化最快的边区。十七世纪以前，极少数的渔民商人到台湾来，他们并没有定居的打算。直到郑成功来台，以及清朝将台湾纳入中国版图之后，为台湾移民注入新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台湾在开发之前呢，原住民人多势众，地形熟悉又有先占的因素，原住民具有优势，而汉人移民呢处于劣势。随着汉人移民人数以及势力的增加，生产技术及组织能力的优势，加上政府的干预，汉人与原住民的关系也就主客意味。来台湾的汉人移民之中，以福建人为多，这是因为福建距离台湾最近，广东比起福建距离台湾、稍微远一些，因此台湾的移民、人口以福建比客家人还多。根据1926年日本总督府对台湾汉人所做的祖籍调查，结果是福建人占总数的80%以上，广东客家人则占15%左右。而在福建人的人口数中，泉州又占45%，漳州人占35%。这份调查报告的结果，我们大致可以了解，目前台湾人以福老人占多数，客家人其次。这些从福建、广东移民来的汉人，在地理空间的分布上，泉州人比较多居住在靠海的西南沿海，漳州人的居住地则靠内陆地方，客家人大部分是居住在丘陵地或者是靠山的区域。这种现象的形成有先来后到，也就是说先来台湾，先来之后的一个先后的关系。那么福建闽南移民渡台较早，是因为控制了台湾的精华地区，同属于福建闽南的移民也有来台先后的差异性。泉州府的地理接近台湾跟澎湖，占风气之先，所以来台时间比漳州府的移民来早，因此泉州的移民分布在沿海平原以及台北盆地，漳州人则分布在西部平原的内缘地带，比如说南洋平原、北部丘陵、中部的雾峰草屯地区。以上的说法呢，忽略了各祖籍移民的原乡地理背景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因此施天虎教授就提出先来后到的反思，他认为汉人移民现象有些奇遇是漳州移民先占，却有不少地区以客家人所先开垦的。于是呢，施教授呢就依据原乡论的角度，以维生方式不同来解释来台移民汉人空间的分布。原乡生活方式的论述呢，反驳了先来后到之说，更诠释了漳、泉以及客家等台湾移民在拓垦土地选择的考量，以及台湾闽粤的族群之间的分布现象。底下呢，我们就跟同学来介绍一下移民的那种原乡。那泉州移民的原乡就是泉州府。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由于泉州府
面临东南沿海，山多平原少，但海岸曲折，港湾优良，提供泉州人向海洋谋生的机会。泉州移民来台最早，泉州府的三亿人啊，南安、晋江、惠安，啊，那同安人呢，原本擅长经商啊，因此呢，清代台湾商业中心一府、二路、三艋甲都是泉州移民的聚落。至于稍晚来台湾的泉州安溪人，在原乡地区开垦种山种茶，因此呢，北部丘陵的茶叶种植，安溪人贡献最大。那么，漳州移民的原乡就是漳州府，所谓百般武艺啊，不如锄头锄地，就是漳州世代的家乡家训。那漳州移民的原乡素有闽南古昌之称的漳州府，那漳州平原的漳州人提供了良好的农业环境，并且累积了丰富的农耕经验跟技术，因此务农的漳州人在台湾的发展、土地开发、农业经营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一般人呢，总以为祖先来自福建就是胡老人，而祖籍广东就是客家人。实际上祖先来自福建并非全都是胡老人，而闽南漳州移民的后代也包含不少客家人。那客家移民在中国大陆原乡就是山居的农业族群，来台以后大多以农业或是佣工为生。那现在就跟同学介绍一下客家族群的原乡。第一个就是视线客家。视线化的客家来自清代广东嘉应州，嘉应州的管辖包括镇平、平远、兴宁以及长乐。那请同学可以看到，我们画面上蓝色的部分是目前呢视线客家分布的大概的那种地方。那同学可以看一下，大概它是台湾分布很广的一个部分。那底下呢，我们就看海陆，海陆客家呢。同学请看画面上粉红色的部分，它主要来自呢广东惠州府，那海陆丰两县主要包括新竹啊、桃园、花莲等等。那接下去呢，我们要看的是诏安客家。诏安客家来自福建漳州府，那主要分布在云林西楼仑背这个地方。那再我们再看下去呢，是饶平客家。饶平客家来自潮州，潮州饶平县，那主要分布在桃园、新竹以及苗栗。我们在画面上可以看到红色点点的部分都是属于饶平客家。此外呢，还有少数的大埔客家，就是绿色的部分在台中这个东势这一带呢，有一些大埔客家的一个分布。底下跟同学介绍拓垦与族群的关系。台湾拓垦之初，地广人稀，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跟农业技术，所以移民之间彼此合作开垦，杂居共处。在原住民与汉人杂居的情况之下，今天台湾仍然可以看得到社口、旧社等等这些欢社为名的地方。当地的庙宇往往是汉番合建，如台北的关渡妈祖宫，闽南客家各级移民合建祭祀的观音、关公等庙宇相当的多。接下来呢，跟同学谈谈汉人拓垦与原住民土地的流失。汉人与原住民冲突最主要的导火线就是土地。随着汉人大量移民，对土地需求不断的增加，原住民为了保护土地，跟汉人去冲突甚至反抗。清廷渡台禁令造成台湾男女比例失衡，汉人男子呢娶妻不易，于是呢娶番妇为妻。由于平埔族家产继承由女性继承，那汉番通婚造成汉人取得土地方式之一。漳州俗话叫做气鬼啊气气气，当多就来去来去温柔某，唔免冬山加艰苦。汉人透过承租番社和番人的土地，采取向原住民买卖、交换，甚至呢采取欺骗手段夺取土地。例如，汉人在平埔族居住附近呢
设杂货店，经常赊商品给或者贷款给他们，甚至让他们无力偿还时呢，便可以获取他们的土地。汉人向欢社买土地，俗称买垦。现存的早期古文书中就有很多向原住民买垦或承租土地的契约。汉人与原住民承租契约也往往发生在汉人诈欺、违约、抗租等问题。又汉人知道平埔族有马林地的观念，也就是说在田地如果有一些动物的尸体，他们就会认为不洁之地啊，然后弃地他迁。于是呢，不肖的汉人啊，就故意把这个尸体啊弃放在熟番的土地，以至于获得土地耕作。汉人更用强悍的采取武力的侵垦啊，强占土地的情况。例如啊，这嘉庆初年，吴沙率领众人啊入垦噶玛啊，以及呢，在嘉庆二十年发生的汉人入垦水沙连番地啊，强害埔里盆地的高山族的所谓的郭百年事件。接着跟同学来介绍民变与分裂械斗。民变指的是民与官斗，也就是人民抗官行为；分裂械斗指的是民与民斗，也就是老百姓打群架。民变与分裂械斗是两种危害地方治安的动乱形态。清代台湾民变发生频繁，三年一小缓，五年一大缓，成为人尽皆知的俗谚。台湾民变频繁的原因，第一是地处边陲，渡台多半是内地生活困苦、低收入者，文化水准低。清廷常以台湾为海外边区，只求台湾安宁，官吏很少提倡教化，加上男女比例悬殊，罗汉卡充斥，因此造成游民构成治安的关键，造成社会剽悍的民风。第二，贪污官吏。边陲台湾的吏治相当不良，清初的任官制度使得官吏呢贪横，中饱私囊，人民赋税加重，负担沉重。另外呢，台湾的行政措施以及相关配备严重不足，以致出现了吏治败坏的现象。第三，戍兵不足，班兵制度三年轮调杂牌军，使得驻军难以发挥战斗力，配置的兵力呢单薄，又无法维持地方治安。台湾班兵腐化，遇到民变发生，班兵一时无法有绩效，导致呢抗官有恃无恐。第四个，结伴风气盛行，由于单身渡台者异地谋生，需要互助，于是呢互助就产生结拜，罗汉卡又喜欢结拜，扩大成结会，甚至最后成结党。台湾俗谚叫做先拼先，拼死搞这一天，描写就是台湾分裂械斗的盛行。移民社会同乡聚居，台湾俗谚又有一句话叫做千金买厝啊，万金买厝边啊，厝边就是邻居啊，邻居就是同乡，基于互相照顾，各自保留原乡的语言、风俗习惯，自然而然产生族群的问题。地域观念使得移民敌对、互相报复，往往引发分裂对抗。由于地域之见太深，加上血气方刚的青壮年，输人不输阵啊，输阵歹看面，不服输的心态，常常因细故摩擦导致分裂械斗。械斗的分类以祖籍族群对抗为主，如闽客、漳泉也有姓氏或职业而发生的械斗。械斗的群体彼此之间自我凝聚与认同，大体上以祖籍为主。比如说我们先讲闽客械斗，闽客械斗是属于不同祖籍的械斗类型。台湾南部闽客移民势力相当，常有发生闽客械斗。二，
张权械斗。张权械斗也是不同祖籍的械斗类型，但同样是闽南人，由于祖籍地分别是漳州府跟泉州府，因此产生对立与械斗。发生在乾隆47年的漳州漳权械斗，就是漳州人与泉州人因为赌博发生争执，导致双方各自纠纵，互相斗殴，长达3个多月，驻台的官兵无法制止。第三个械斗，我们讲顶下交拼。顶下交是属于同祖籍的械斗类型。顶交由福建晋江、惠安、南安3县移民组成，原居住在淡水河沿岸，以龙山市为中心，操纵当地的商业和运输业。下交由福建同安人组成，居住在艋舺东侧的八甲庄，往来厦门跟台湾，又称为下交。同安人虽与晋江、惠安、南安人同属于泉州府，但因地理上接近漳州，与漳州合作，常与三邑相竞争。称咸丰3年，下交的同安人不满三邑霸占码头与龙山市，双方展开械斗。三邑人联合安溪人攻打同安人的聚落，结果同安大败，西带守护神霞海城亡，与协助同安人的漳州人迁徙，另建大道城街市，以及新的信仰中心保安宫。此次的分裂械斗称为顶下交拼。第四，我们介绍异姓械斗。因开发所形成的地缘关系的聚落，在汉移民从祖籍地邀集原乡家族前来台湾开垦，逐渐产生姓氏聚居的聚落形态，例如吴厝、赖厝啊、林厝等常见的地名，即说明同姓聚居的现象，不同的姓氏可能因为争土地、水源而产生对立冲突，进而发生械斗。以中部为例，雾峰林家与草屯冯家就是异姓械斗。噶玛兰在同治4年发生的陈林李械斗，陈李两姓联合对抗林姓。各姓氏呢纠集同族互相械斗，至今陈李与林姓家族不通婚的家规仍在，留下了所谓的陈林李单林李结仙系的谚语。而发生在云林的廖姓对李宗两姓的分裂械斗，乃是清代时期台湾规模最大的异姓分裂械斗。事件发生之后，双方冤冤相报，三姓械斗祸事连结将近3年，最终的下场是倾家荡产，亦无幸免。第五，同姓械斗。两个地方虽然姓氏相同，也可能因为原乡祖籍属于不同的家族，也就是同姓不同宗，而产生同姓械斗。例如雾峰林家与邻近草湖的林家，就是明显的事例，发生在同治元年的戴潮春事件。当时雾峰林家的林文察带领林姓家丁前往大陆对抗太平天国，台湾官员呢征集地方家族协助平乱，便同时征召雾峰林家与草湖林家，结果草湖林家临阵倒戈，加入戴潮春阵营，趁机公报私仇，攻打雾峰林家，信赖铁炮的防卫以及附近林姓家族的协助，雾峰林家才得以化险为夷，留下一座呢铁炮碑纪念此事。第六，西皮葫芦。西皮葫芦就是台湾特殊的形态械斗，不是基于地缘血缘的关系，而是戏班子的械斗，发生在宜兰台北地区。西皮是用桂竹筒做胡琴，以蛇皮包覆，叫做虾皮。那葫芦呢，是以椰子壳做胡琴，形状像葫芦，叫做葫芦。那西皮呢，西皮侍奉的田都元帅，葫芦呢侍奉西秦元
王爷啊，两派呢皆属于乱弹系，这乱弹是北管啊。那由于派别的差异，两派勇力者啊分裂，互相竞争，产生宣不见缘的对立关系啊。凡是遇到庙会活动啊，争强竞短，发生产生这个械斗冲突。西皮葫芦的对抗区域主限于宜兰啊、罗东啊。西皮派多在沿海一带啊，人多而富，而官府关系良好。葫芦派呢，聚集在山区呢，势单力薄啊。俗谚说：“西皮以官啊，葫芦逃入山。”啊，这是有关于这个械斗的分类。那么我们接下去看械斗发生的原因啊，这发生的原因大致有三个原因。第一个是经济的因素啊。啊，简单来讲，就是为了土地跟水源的争执关系。第二个就政治的因素啊，那政治的因素，由于清代在台湾的官吏不良啊，贪官腐化啊，贪赃舞弊啊，不法的形式造成私斗了断。第三个是社会上的因素，那社会上的因素是台湾的移垦社会缺乏强中大族，游民又多哈，那这样因为细故呢，造成大祸啊，依据语言籍贯啊，或这个职业的分类呢，组织自保。接下来跟同学介绍清代三大民变。首先先介绍朱一贵事件。朱一贵原籍漳州人，曾经担任低级的役吏，后来遭受革职之后，居住在罗汉门，也就是今天高雄内门区啊。他以养鸭为业啊，因所养的鸭子会听他的口令而起不骤。所以人家就称他为鸭母王、阿伯王。但是朱一贵后来的供词里面呢，却不曾叙述过他曾有养鸭的事件了。那朱一贵的取士失败之后被杀，年龄只有33岁，尚无家室，显现他的身份可能就是罗汉卡。康熙60年1721年，台湾知府王珍设立凤山县。王珍委派其子，他的儿子呢奏政，那个苛征粮税呢，苛政扰民，民怨已深。朱一贵呢就伙同他的结拜兄弟呢，寻机攻打官府，于是呢重推朱一贵为号召，因为他姓朱，认为是明朝的后代，就意图呢反清复明。秘密结集有志之士抗清，起兵之后呢，汉人村庄为图自保，于是呢纷纷加入朱一贵的行列，声势壮大。杜金英是另外一个领袖，他原籍是广东的海洋县，因为涉嫌呢盗林而被官府追弃在案。朱一贵起事之后呢，就召集下淡水一带，就是现在的高平一带种地佣工的客家人啊，联络各村共谋起事。很快的，台湾府就被攻陷，文武官员悉家带眷的搭船逃到澎湖，占领虎城的朱一贵呢，旋即就很快的自称为忠心王，还连号为永和。自起事到登基啊，时间其实很短啊，没有充裕的时间缝制官服啊，于是就将台南府各地方的戏班子的戏服穿起来，挑了合身的衣服呢，纷纷这个登场。不过呢，政权维持时间很短，因此留下了一句谚语，叫做头戴明朝帽，身穿清朝衣，五月称永和，六月还康熙啊。正说明呢，朱一贵事件来得快，也去得急。第二个事件就是林爽文事件。林爽文原籍也是漳州平和县人，渡海来台之后呢，居住在大理，今天台中市的大理区，曾担任衙役县，漳泉械斗规模庞大，加上人多势众的天地会，成为中部地区会党的领袖，导致林爽文带领天地会成员起事抗官。林爽文事件的导火线是因为杨姓地主收养的长子
杨光勋与亲生儿子杨麻师兄弟争产不和睦，导致发生冲突。杨光勋揪人窃取杨家的财物，被杨麻师揪中逐散。杨光勋为了报复呢，就邀集结拜的兄弟组成天地会，那希望呢兄弟日天夜多。那杨麻师呢就组成一个雷公会，认为他的杨光勋啊忤逆不孝啊会被雷公打死，就组成雷公会。那双方对立的这种结果呢传到官府，那官府就要派人去抓会党。结果一些天地会的成员呢被捕，被捕的天地会雷公会成员呢陆陆续续被捕之后，两派合流在一起，那北窜到大理，投靠到林爽文。由于呢官方认为引发本次动乱的祸首就是天地会成员，因此极力追捕天地会的林爽文，造成中部一带人心惶惶。党员劝林爽文起兵，林爽文不肯，那官府呢因追捕不得呢，于是呢到大理张贴公告，庄民呢期限若不把这个林爽文抓出来啊，被视为这个乱党共犯，并将派官前来缴大理。林爽文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起兵抗官，林爽文率众呢在草屯的茄老山宣誓起义，然后呢进攻彰化，自封大明盟主，建立顺天的连号。之后呢又攻下了诸罗、斗六、南投等地，南部到凤山的庄大田还率众呢响应，自称为南浦辅国大元帅啊，一时之间轰动全台。清廷经过三次的增援台湾，最后呢派大学士胡康安率大军从渡港登陆，才把林爽文事件平定。林爽文事件是清代规模最大的民变，总共有14个月之久。那由于闽客及民长期的不和，导致呢客籍人士加入清兵阵营，成为合力围剿林爽文的义民。另外呢诸罗县民曾经奋勇抵抗林爽文，后来乾隆皇帝就加冕当地为这个加冕义贤啊，把诸罗县改为嘉义县。那乾隆皇帝还将 这件事情列为他的十全武功之一啊，不但呢犒赏平乱的这个将军呢、还下令这个篆刻御史纪念碑那现在在这个赤坎的前面有这些石碑这个石碑。第三个事件就是戴潮春事件戴潮春字万生，祖籍漳州龙溪县，家住彰化县赤张里，也就是今天的台中北屯一带的地主，父亲担任官职，他的哥哥是八卦会的首领，但是戴潮春之前没有加入，后来哥哥过世之后继承长兄的地位，领导八卦会扩大他的组织。由于戴潮春的势力发展太快官府就决定要镇压。那同治元年的时候，台湾兵备到孔昭祠下令搅拌八卦会面临威胁之下呢，戴潮春为首可开始为叛乱那清朝围剿的过程之中招募雾峰林殿国以及系地主林日成来支援，结果呢林日成呢临阵倒戈，戴潮春原属于漳州因而出兵攻打这个泉州人主要的聚集鹿港，得不到鹿港人的支持，形成漳泉对立的这种情况的问题结果呢清廷在昏巡台下兵备道丁约见会同新竹的林占梅这个团练展开反攻，结果呢这个福建的提督林文察率乡勇进剿戴潮春不敌。戴潮春事件历经三年是清代抗官最长久的事件，也是满清以台湾乡勇及团练平定乱世的第一次。以上是我们这一讲的课程，那今天的课程就到这边为止，谢谢同学的收看。